先告诉阿姨叫什么名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讲的？还在想有没有爱妈咪？有没有爱妈咪？没有，没有。不知道妈咪是做什么工作？对。那你知道妈妈做什么工作的吗？不知道，来找吧。啊？开会。那你知道妈妈做什么的吗？开会。工作内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他在家里都在干嘛？传讯息。传什么讯息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妈咪是做什么的？应该是这个吧。妈咪的工作是这个。是我妈妈公司就是买这个给我的。吓得我屁滚尿流失了魂。回答问题。爱不爱妈咪？爱不爱？有没有爱妈咪？妈妈。你有没有爱妈咪？有。有没有爱妈咪？爱妈咪。你几岁啊？3岁。3岁，那你姓什么？你先告诉阿姨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为什么被背带？请问妈妈可以帮我们翻一下他姓什么吗？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讲的？还在想。你要想多久？1分钟。那你最喜欢妈咪什么地方？上班那个地方了。那你知道妈咪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最喜欢妈咪什么？Lucio 扛错，嘿。有没有想要送妈咪什么？花了。花花。对镜头对妈咪说我爱你。我是妈妈。你喜欢妈妈吗？我爱你。好，1分钟过了，你有什么话跟妈妈讲？我不跟讲，我母亲节要送给妈妈一个手链。那你要跟妈妈说什么话？跟妈妈说，跟妈妈说一个母亲节的话。什么话？母亲节的话。什么话？来一个手链的话。妈，有爱妈咪吗？真怕真。那你可以给妈妈一个亲亲吗？啊，给妈妈一个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双手就位，万事俱备。妈咪，我爱你，母亲节快乐。妈咪，我爱你。I love you， 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，妈咪我爱你。